镜片更换方法，第一个把这边中间转环松开，一直到松开之后，转开看镜片在中间，它有个套环，套环需要转开，哦，转开嘛，转开方式，直接这样转。直接用夹子把这个夹出来，镜片在这上面，铁是以尖锐的东西往上挖，但是要小心呢，那个镜片不要刮花，往上挖直接倒开，镜片就掉下来。